搞错了，再来。好的，小伙伴们，我又来了。今天做任务路过这里，发现了一栋老外建在湖中心的高楼。这么引人耳目的建筑，我怎么可能会错过呢？肯定要薅一波羊毛了。它这里的楼顶全部装的防弹玻璃，下面还种的有南瓜。好家伙，你这是建了个空中菜园子啊！它旁边还建了个厕所，这板子上面还写的有标语，可是我看不懂啊，谁来帮我翻译翻译？你看它这茅坑设计的，让我画面感十足啊！这是要让人在天上拉，翔在空中飞吗？那么我们就把它这个空中菜园子拆了吧。嘿嘿，你以为我会放过这些南瓜？南瓜可是我最爱吃的蔬菜啊。薅完了第一层，开始第二层吧。它这第二层还是菜园子，土豆、玉米。我突然有一种不祥的预感，我感觉它这整栋楼都是菜啊，说不定下面还有各式各样的菜等着我啊。我是来淘金的，不是来偷菜的啊，这买卖感觉不划算。你看它每一层都留一个缝隙让你下去，我突然有一种步步为营处处是坑的感觉啊！哪有人建家这么随意的。哎，来都来了，我现在又回不去了，没办法，只能下来了。好家伙，总算不是菜园子，可是这一层又是啥？啥也没有啊，就两个花坛。合着你这是九层妖塔跟我玩闯关游戏吗？这一关又是什么解谜游戏吗？储物箱，好家伙，它放在这顶上，不注意看还看不见。奶奶的，放这么高我够不着，把这根柱子拆了吧。我的发，这什么操作啊，牛顿都要从棺材板里跳出来了。奶奶的，淘个金这么难的吗？我现在只能边跳边转它。你这里面要是空的话，我不把你家炸了我不信哦。炸炸炸炸，完了完了，杠上了，这家我非炸不可。这不坑人吗？但是我现在炸不了啊，我没带家伙进来的，只能继续找路往下了。这个家有意思，我今天就要看看你下面到底有什么。俗话说，不入虎穴焉得虎子，来吧，盘他。好家伙，九层妖塔第四关，看看你这一关又有什么猫腻。诶，这好像是他的锻造室啊，这一层工作台、锻造炉、水泥搅拌机。哇，空的，空的，还是空的，真空的。好家伙，你好歹也给我颗糖吃，让我有继续猜下去的动力啊。我后悔了，安安心心的做任务不好吗？干嘛要学别人猜家？我现在回又回不去了，我又不想继续猜下去，一点惊喜都没有，没意思啊。哦呦，保险门啊，明明就在眼前了，算好我没有放弃啊。盘他。嘿嘿，我已经看到保险柜了，还不止一个，哈哈，发财了。What the fuck？ 奶奶的，他在上面做了个陷阱，用松动的木板再刷上油漆，伪装成石块，我根本就没发现。好家伙，下面还跟我整了个牢笼，完了完了，这下面的墙面全是钢筋啊，我这要转到什么时候才出得去啊？那铁窗铁锁链，守护着铁窗往外边，外边的生活是多么美好啊，何日重返我的家园，何日
重返我的家园。转了四个小时，电钻钻到没油，工具拆都报废，最后只能徒手撸白钢。我终于出来了，这家我不应该炸他吗？Angelina, baby, please, please, baby, be mine. Angelina, do ya cha-cha? Forget about the time. Sign your name across my heart. Honey, ain't that smart? Angelina, ready, steady, start. We can cha-cha on the floor. We can cha-cha on the couch. Baby, we can cha-cha all around my house. We can cha-cha in the night. Cha-cha till two.And if you cha-cha me, I have to cha-cha you. Oh, Angelina, Angelina, Angelina. Oh, my sweet señorita, Angelina, Angelina. I bet that we sweat, Angelina, Angelina. Be my señorita.